PlayStation 游戏娱乐嘉年华正式展开喽！从今天起，一连三天，在台北三创生活园区，有最新的中文版 PS4 游戏和 PSVR 供玩家免费试玩。本次展览的另一个重头戏，就是全球首映的 King's Club Final Fantasy XV 英文版电影。只要有预购 Final Fantasy XV 的玩家，就有机会中奖抢先欣赏哦！导演野木武之先生也在首场放映会后登台，亲切地与粉丝互动，回答提问。他表示，这部花了3年半制作的电影，描写了 Final Fantasy XV 游戏中主角与父亲的情感，并补足了电玩之外的世界观。假如先看过电影再游玩，绝对会给玩家更高一层的乐趣。除了 Final Fantasy， 这个周末在三创还有更多的 PS4 游戏试玩和特别的舞台活动哦。快和电玩宅书配小组一起享受充满游戏的夏天吧！